收拾收拾，差不多能装完了吧？嗯。咱走走这点俩箱子的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现在中午9:30了啊。修理下班到家，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拾收拾，收拾完之后呢，发快递直接到家里边了啊。大概回家的时候，每人拿一个箱子吧，拿多了太麻烦。发这个快递到家省事儿一点。就是说他这个是这个计划的是请假回去，这里边装的都是这个冬天的衣服，太多了。把这个呢先放到二墙这个房间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收拾了4个行李了啊，大包小包都有。等一下呢，我给那个收快递的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拿。早饭还没吃哈，这个酸辣粉泡了两包，呀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刚泡的时候没放调料啊，没放调料，错误的方法。加点辣椒油。壮壮，你收拾呗，收拾好了，该留了都留给他了。加点醋。搅拌一下，饿坏了啊！一双现在还塞一双臭袜子在这床底下扔的，我真服了你了你这鞋还要不？要会不要？那鸿星尔克了。啊，那你刷了呗，你在床底下一扔都是。那袜子脱了，那袜子塞西个老是不知道塞了几百天了呢。你这个早点睡吧，你也别收拾了。哪会儿？干活累瘫了，你也收拾他干啥？回来我收拾都中吗？这一个桶里边放一个面片刚好，放俩泡出来的口感不一样。这又装了一箱鞋，哪两包里边是啥？咱哪两包？冬天的面衣裳。冬天的面衣裳，给他留这个夏天的衣裳。等会儿我把这4大行李再点过去，直接一块邮过去了。啊，王秀莲，这咱俩这来苏州这干了多少年了？啊，秀莲。两年，我觉得待三年了，搁这三个年头的。你待三个年头，我在这待两年呢。你待了两年了，两年了，这个就算两年半个年头呗，没挣多少钱呗，行李弄了不少，啊？现在这天是越来越热了，吃个饭，流一身汗。吃完饭了就得干活了，我把这4个行李先拿到二墙那个房间，收快递那个兄弟呢，大概到12点多一点吧，过来取。取完之后邮寄过去就省心了。我拉了一家伙，一拉一成这了。那表啊？不表啥？不行了，现在不干活，好长时间不干活，搬点东西都喘，身体太虚了，回到家要多锻炼干活。这垃圾桶也带不回去，回来留着给二强用吧。快11点了，你早点睡吧。我给到楼上那屋了，把那东西收拾收拾弄弄。又收拾了一箱子鞋啊，拿胶带把它粘起来，想着破一点的鞋回到老家，在农村下地干活的时候穿比较得劲儿。好了，现在都弄过来了，这外边有4包，房间里边4包，加起来8个包，大小包统计一下，咱们大概算一下，一个包算15公斤对吧，8个包85、80、40、120公斤，120公斤呀，120公斤嘛，这不要500-600块了吗？也不管他多少钱了，反正是都要会，多点少点就是会这一次。你那有大秤没有？小秤也行。小秤，啊，行。还有？里边还有吗？那里边有4个吗？这是。啊。现在这个12点了啊，开始上秤称。你这个不是要按面积来算了吗？咱压的时候能压在上面挤一挤就拉走了吗？啊？对吧？这，他就按称，就称行了。你这，啊，你先就让称一下，你这个，然后再
拉到公司里边去称。行，这多少？十多公斤啊？12.6，这也差不多吧。9.3啊。你什么地方？上丘的。哦，上丘。上丘对。哦。这几只是六。6.2。这公斤能多少斤？3公斤。三公斤啊？对，这没。现在这个称完了，直接就能发吧？对，今天就能发。啊、哦，是。10公斤。咦，这怎么打不起来啊？不是，秤有问题吗？缩了。哦。缩住了。5.5。5.5。你记一下。也没多少。这是6.5。这个是，这个是肯定得多，这个是。这房间是32公斤，60多公斤，一共算了是总共60多公斤左右，60多公斤啊，嗯，六十多公斤，4,600、240、300块钱以内是吧？你算啊，你算算这个，300块钱左右，三百左右，因为三百不多多些吧，也不多不了多少啊，因为具体的话我还有8宝万，还有油的，还有按面积算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现在我也不能确定的多。中，300都300吧，拉走吧。啊，行，好。手重还有啥手重啊？就是第一公斤啊，第一公斤多少钱是吧？第一公斤是12块钱。中，你我回来转个钱给你，你行，到时候我算好，你算好之后直接发微信。每一个多少钱，到时候跟你说啊。中，好，好，啊。我刚才问了一下他，他说大概4-5天才能邮寄到家里，现在这个物流有点慢，我把我这个寄件的地址跟发件地址给他就行了，把行李这个邮寄回去了，剩下的我跟秀丽拿着就行了，没这么累了。这中午现在正热的时候啊，吹吹风扇，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，不用风扇都不行了。二强这个房间还带天窗的哈，挺好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！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